Hello 安安，哎，我公告打错时间了，是我这边的十点呢。我们现在要先来玩《女鬼桥二》的试玩版。本片改编自1960年文华大学大人馆情杀事件。逃，快逃！你是我的，徐幼仪。阿伦清醒二出了，那我也要来玩。也逃不了。怎么会？我明明被……不可能，不可能！这个会困住所有死在这里的人。在一起吧。虐鬼楼，2016文华大学联合迎新恐怖嘉年华，0914七点放映室与你在一起。什么东西啊？啊？不是试玩版吗？怎么感觉结局了？我还有。喂，主任。林淑宇，你人在哪啊？我在出外勤跑新闻。哦，外勤？排班表的刚才跟我说，你好像不愿意排我们娱乐线的班。哦，没有没有，主任，我没有那个意思。可能最近我状态比较不好，说话比较容易让人误会。好，那你到底去哪了？刚刚打你十几通电话，都在讯号外。我刚到文华大学。可能山上收讯比较差一点。文华？哦，最近那个电影摄影片闹鬼的。对，现在鬼月嘛，又是校园鬼故事，我就想可以赶快做个独家报道。不对啊，文华怎么会同意这种鬼啊灵异的采访？以前为了追踪黄婷婷失踪案，我们也得罪过他们。不换个题材吗？不，主任，要是能弄到点什么，这条新闻一定会红的。啊，好吧，文华晚上特别阴，自己小心。好，谢谢主任。来了来了，画面不错哦。对，它这个画面比以前精致了一点。而且我们不再是操控学生了耶，我们现在变成记者了。哦，脚踏车。怎样，按铃出来会闹鬼是不是？喂，还真的嘞。谁？这警察是戴墨镜吗？这么暗你还戴墨镜？谁在那里啊？怎么又是你啊？啊！啊！去去去去去！
他真的戴墨镜的，我以为我看错了。所以我是偷跑过来这边出外勤呢，不只要躲鬼，还要躲人呢。嗨，宪哥，哦，有海报，怨鬼楼。预告片出去之后，会有很多人看吧？可以撸猫吗？他在咕咕叫欸，不能撸猫真可惜。差评，米香，还有两个小时。还有什么？还有两个小时关闭哦。关闭进出口大门 ，OK。阿伦哥，我会玩，毕竟是恐怖的大型游戏嘛。我刚刚本来 要去买那个 Don't Scream， 结果他还没出，他不是说27号出吗？没有，还没出，所以可能明天才会玩。KGG， 老板，我要吃一份 KGG。什么鱼头菌蛋糕？什么鬼？谁会想吃那个东西？没钱的情况下要抽进留一心吗？我觉得要抽进留一心呢。进留一心那个攻击加蛮多的，但是后面几只脚你可以跳过了。里面有东西，可是我过不去，我不会蹲下。哎、欸，可以可以。真的有 KGG 可以吃吗？哎呦，炸鸡品牌鬼月联名限定公仔，什么鬼 ？KGG。听起来就好色。靠靠，不要骂脏话好不好？靠靠。是什么 ？Seahorse Coffee， 海马咖啡。哦，哎呦，不明残骸。落在学生餐厅地板的不明残骸，究竟是什么东西的骨头？哦，血门开了，又关了，耍我。
六亲不认。怎么样？哦，我没有要拿这个。哎，上面还有东西。可以是吗？文华学生餐卡，学餐内消费一律95折，才打95折哦，太小气了吧！学生很穷哎。阿伦二电脑版听说要1480，我是没有1480，优化这么差的吗？同学你好，我再确认一下，资料室的钥匙你说是在教官室对吗？对，原来你是认真的。哇哦，疯狂 crazy amazing， 不要乱用英文，哪有人讲 crazy amazing 的？没差，就试试看啊，阿伦行不行？试试看，如果一直断，那就没办法。没有事怎么知道？我要去教官室，大人馆。哦，地图哦 ，OK。哦，地图做的还蛮详细的，我看一下，前面就是教官室了。有打呼的声音呢。什么鬼？还有广告？谁在喝清凉饮料？接下来要为各位播报一则产业新闻：老牌游戏公司大宇资讯哦，又是他宣布旗下多款产品将于明年推出。都在这边看电视啊，靠杯。未来将往全球平台发行。你在傻笑什么、啊、The fuck？ 谁啊？年纪大了，老是睡不好啊。你是来上班的，不是来睡觉的。早点事情做好了。教官室后面怎么会放这种海报啊？这个，看来教官也是，哎、欸，怎么样 ？What the fuck？太好玩了！我靠，你走这边！安心牌小木马，哎，安心牌小木马什么鬼？哎，秀逗秀逗！
shit。完了，这边是死路哦，靠背。我靠！他会看不到我，也是因为他戴墨镜了，自以为在骇客入侵。他跑去看海报了 ，What the fuck？ 他还真的嘞，他还在走。我可以过去吗？哎呀，还是阮某上水啦。他老婆，他说那个是他老婆。我是要在这边找钥匙，还是要进去前面那个门？是要进去前面，哎呦，靠北！我是没有看到钥匙。哦，血，我不能站起来了。哦 ，shit。OK， 你不要进来这里哦。我干嘛要看他鞋子？等一下，我是要来找钥匙的。啊？民歌歌手 ，OK。是真正台湾艺人吗？民歌王子宋雨生，应该不是真的艺人吧？哦，找到钥匙了，资料室钥匙。干，他真走进来了，我的妈！在干嘛？他在这边做体操啦，神经病哦、喔，走开啦！我靠，他走过来了 ，What the fuck？ 好近。是给我时间出去了吧？再见，拜拜。直接跑起来了。然后我要去资料室，再我要往回走。我还穿高跟鞋，你们听到我走路的声音？我还穿高跟鞋。出勤还穿高跟鞋，自以为 A 搭旺。资料室进不去耶，我只能往上走。铁门是关着的，不过这边有楼梯，所以我可能要从楼上的这边过去。开吗？欸，有开有开。哇，有人泡面放在这边呢，免费吃。看，有可能是吃过的。维力炸酱面，然后就没有吃。哦，电脑教室 A。What's up？
台湾有一个习俗，电脑设备旁边都会放一包乖乖，听说电脑比较不容易坏。你看这就很多都会放这个。看来我直播有时候会断掉，应该就是没有放乖乖，一直断我在资料室了吗？哦，这个才是资料室。特殊几何图形版二，哎，啊，有谜题耶，我先搜一下好了。哇，有饮料，仙草甜，梅阿茶，这是什么松沙士？应该不是黑松沙，白松沙士 ，OK。机密卷宗，2000年8月13号。2000年电梯事件录影带物外流，学生黄婷婷被通报失踪后当天，我们配合警方调阅校门口的监视器，以确认她没有离校。学生没有住宿，一般会搭乘公车，有看过，或共有计程车下山返家。学生好像又闹鬼了耶。嘿，我还以为后面会有东西。OK， 要怎么看号码？我看一下。黄色、红色、绿色、蓝色。可是这个看得出来号码吗？如果一号放上面，二号放下面。哦 ，OK，OK，OK。900L 是什么？难道是反过来的吗？是不是7006啊？会试试新游戏1995吗？1999吧？你说那个 Reverse 1999？ Hi Raven Shadow， 我昨天有玩了一下，也是回合制游戏，画面很棒啦，可是又是一款抽脚的，所以我只是试玩一下就没有再玩了。因为已经玩心铁啦，这种回合制游戏我就不会再玩第二个。
森哥有玩吗？7006，没错啊。哦，颜色不对，红色是7。对啊，英文配音很棒，它其实画面也很精致，但是没有露奶什么，它没有色情元素，就是。那个游戏就是整个走精致路线的。我的天啊，真的在这里？不过哪里可以播？同学，喂 ，What the fuck？ 神经病啊！哎呦，我真的有这么像鬼哦？太水了哈，把你吓到了。同学，你没事吧？没事。哎，哎呦，不对哦，你看起来不像同学哦。现在妹妹的打扮有这么成熟吗？你不要起色心哦。哇，证件被发现。新和社新闻记者连书宇。哦哦哦，你就是电视上那个甜心主播哦。哎呦，哦、你是粉丝吗？看到这，他是粉丝。粉丝认不出来。是这样的，我来跟学生做采访。约这么晚哦？对啊。约这么晚哦？大家都忙吗？我联络一下哈。台湾狗语呢？您拨的电话无人回应，将为您转接语音信箱，多声后开始计费。电话都不接哈、啊？哎呦，把你一个人丢在这边迷路，怎么可以这样呢？不好意思。森哥，你看的那种是另外一种片吧？好像在忙，剧情有点像。还是教官。啊、您方不方便给我做个小采访？哎、欸，我不方便。什么都可以，像是学校的环境或历史都可以。哎呀，因为我的长官一定要我做文华的报道。还是，教官，您知不知道任何小故事啊？哦，空手回去会被骂。哎呀，我懂了。小姐，你要用别的东西跟我换哦。这种事哦，你找我黄仲勇就对了啦。文华的事哈，我知道的可多了。哎呦，在这里站着讲怪怪的了。我看我们去学生餐厅啊，坐着哈，边坐边聊啦，啊，比较舒服。边坐边聊，你的坐是哪个坐啊？什么声音？可能是什么东西没放好啊，掉在地上。某某甜心主播到学生餐厅卡在那边，我先去看一看啊，收拾一下。那你在这边稍等一会哈。没有，他是要叫我去学生餐厅，可能学生餐厅有那个长桌啦，他想说在那边会比较宽敞。还好没被发现。这个教官看到是美女就不管了，蛮大的，去看看吧。都没有起疑心，音效没出现哦。对啊，奇怪，我看一下啊。我把点数退你，再重按一次。事情上是不是没出现，我也不知道，太可惜了。刚刚那个时机很对的，哎、欸，有了有了。为什么有时候会有，有时候没有？应该是有点系统有点故障，所以以后如果直播前，我可能要先把那个提示关掉再重开。对啊，刚刚时机很棒的说，他要叫我去学生餐厅。在一楼。哎，不对，这是大厅。在 B1。你要我坐电梯哦。
教官跟我约在 KGG 啦。这是他的暗示。需要帮忙吗？哎呦，你怎么跑来这里啊？没有了，这是小事啊，我自己来就好了。你在擦什么？那是血吗？不然这样好了，刚好我请你喝个饮料了，你想喝什么？都可以，你选就好。哦哦，这样哦，好了，那你先坐了。哦，这个教官怪怪的哦，他刚刚在隐瞒血迹。哎，这个啦啊，清凉解渴。饮料里面记得加。他是偷带针孔。开始聊，还是有没有什么想知道的？他已经打入了其他药剂。熟得不得了了，你尽管问。那，请问您知道2000年的黄婷婷失踪事件吗？嗯，黄婷婷，这个，你看他连钱都没投就把饮料拿出来。森哥观察很入微。教官，您认识他吗？算是了。啊，可是他后来不就死掉了吗？因为尸体一直没有找到的关系，所以到现在警察那边还是挂失踪人口。哦，是了，是了。不过这么多年了，我想人也已经……哎呀，哎，我也是这么想的啦。哎、欸，不过你怎么会有这个影片啊？这教官好像知道确认对方已经死掉了。网路哦，我跟网路不熟啦。难道是教官杀的？什么新的二 C、三 C 啊，什么产品的也不太会用啦。哎，哦对哦，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女孩子？其实我之前有做过黄婷婷的回顾特辑报道，刚刚又看到电梯。突然想起来，哦 ，Dexter，What's up？ 看到教官您好像蛮资深的，就想说问问看。资深哦，哎呀，也算是了。一个人待的时间长啊，久了啊，时间就过得更快。您这么晚都还在学校，一定很辛苦吧？哎呀，不会不会啦，反正啊，我也没有地方去啊，在这里待着比较舒服了。是跟太太吵架吗？太敏感了，不要这样问。我老婆早就过世了，出意外死。啊、哦，不好意思。我好可怜。没事了。请问教官，为什么你要戴墨镜？你看啊。什么啦？这很悲伤，森哥，时机不对哦。是我们学校的，管保健室的。人家太太死掉了，你放这个歌？你、哦、些臭小鬼哈、哦，什么手被纸割一下都要去找他啦。哎，哦，他太太是学校的护士。抱歉。啊、哦，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的。我才是一直在说我自己的事情，很无聊哈、哦。啊，不会不会不会，我很高兴您愿意跟我分享。很久没有人陪我聊天了，谢谢你啊。那你喝个饮料休息一下啊。好了以后，我带你去校史区。嗯，谢谢。校史区 ，OK。嗯，哦，好了，那走吧。啊，没有给我选项，准备好了没？一般不是 NPC 都要给我选项吗？我想说跟他讲看看，我还没收完。快点啊！老电梯又坏了，为老推哦，健康的。他开开合合的啦，好色情的电梯哦。哎，还有狗屋哎，这边有养狗哦。这是什么？贩卖机有情缘。哎、欸，在这边干嘛？好啊！
我跟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学长，比我还早来的效果了，叫小黄，久了大家也都跟着叫学长。学长好。嘿嘿，你没有狗在里面。吓死我了，我以为他把我带到这里，孤男寡女的在这个小房间，还以为他要对我做什么事情。是不是18禁这游戏？不过我觉得这一代的他们人物的动作啊，比以前真实很多。哎，现在的学生啊，真敢，天不怕地不怕。您担心会出事吗？好像都说这边是鬼楼。就他们这个公司做游戏的技术有进步很多。12点前要玩什么都随便。人物的动作比较自然。就脚穿墙了。哦，这边就是校史馆，创始校长。这是创校校长徐文雄先生吧？欸，你做很多功课哦。他是个好人啦，他上面就写着了，还叫做功课。眼睛不太好。啊？哦，没有啦，他戴眼镜嘛。校史区到了，这也太恐怖了吧！大人馆、建馆、历史哦，都在这。哦，那你慢慢看，看完有什么问题哦，再来跟我说了。人文风华绘画。欸，不过如果你写毛笔字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从右边写到左边呢？所以是华绘华风文人。欸，是要我互动什么吗？你都用毛笔做别的事情，你拿毛笔干嘛啊？完了，以后去盛哥家绝对不要碰你毛笔。哦 ，Kimchi， 都帮你拿毛笔来干嘛？你的毛笔有异味。哦，要拍照、哦。嗯。小骷髅，你说哪个游戏？可以啦，可以拍照。哎，不过哦，不要拍到我。您是怕？嘿，我是怕啊，我太帅啊，会把你那台哦，好想吐哦，闪到故障啦。那我会注意一下。我的教官还很风趣哦。
那是假的啦。假的？为什么？哎，你看啊，这上面这么新，哪像1960年画的？而且啊，这个还是正八卦建筑哎。八卦哦是这样的，正的哈、哦、就可以正邪驱鬼。我们这里呢，刚好就在阴阳交界地带，又在山上，要用正的八卦好好给它正一下。嗯。还有哦，这个方位、角度啊，这些都要对准。要是乱搞啊，变成逆的八卦就不行了。逆八卦哈、哦，会招阴气进来，把阴气哈、哦、锁在里面。这样子哈、哦，死在里面的人，就算变成鬼也出不去。外面的鬼又一直进来。哦，您懂风水哦，真厉害。哦。略懂啦，我后来哦自己有研究一下。略懂略懂、嗯。如果当初建商有把建筑盖好，那就好了。就后来发现，就是因为建商没有盖好，变逆八卦嘛。谁知道设计建筑的会乱搞啊，把这个地方哦用成逆八卦，盖房子的也无辜 啊。真的哦，我随便讲讲嘞。也是。对了，说到闹鬼传闻。想说您在这里待了这么久，应该多少也遇过吧？鬼哦。嗯。说起来也算多了，该怎么说好嘞？哦，尼基哦，没有哎、欸，我没有看到新的角色。你的报道用得到、哦？这个。周年庆的是不是？哎呦，11:34，这么晚了。哎哎，好了好了。今天差不多的了、我再拍几张照，电梯的就好了。哎哎哎，不行不行，小姐，你要赶快离开了。要闹鬼了，鬼要出来了。今天几号？8月21号。完了完了。哦，要22号了，难怪。不用管我，先去忙吧。还是。啊，还是要不要我帮忙啊？不用，你不要乱跑啊，很晚了，12点前要赶快离开哦。怎样？8月22号有什么？还有20多分钟，放映室会有可以播录影带的地方吗？快快快，看录影带。哦，他这个是模仿以前在温哥华有一个华裔的女子的动作。以前在温哥华有一个案件啊，也是有一个女生在电梯做这些奇怪的举动，后来感觉好，她好像被人追，后来就失踪了，结果最后发现尸体在那个。这栋大楼的水塔里面，不过这边的动作又不太一样。
查看油灯。OK， 我们要作死哦。都快十二点了，还不出去？啊，玩这个。这一块要移下去。这么酷，自己点燃的油灯呢？没有按钮啊。我也有哎，盛哥，我有一个这种油灯，不过没有在用，除非停电才会用到。摩斯密码，快记下来！救我！啊！什么？他刚刚是不是三长三短？再三长 ，SOS。快走啦，半夜十二点了好吗？人家教官都提醒你了还不走。有 gameplay 哦，长按可以找出隐藏之物哦，酷哦。有鬼手印，这个油灯很骚动啊，超晃的耶。又不晃了，他刚刚那么骚动干嘛？从这里到电梯都有，他又在晃哦，我的角度晃，也不是啊，好像是靠近可以发现的东西，他就会一直晃，一直晃。他在说谎，不要晃，我要晕了。OK。哇，去哪里啊？电梯在中间，可以过吗？可以。这个灯好酷哦，法器耶，好多事情可以用这个灯做。又是八卦，刚刚放油灯的展示柜子上面也有八卦。鬼手要出来了，鬼手。啊，什么都没有。我们跟影像上面的女子不是做一样的动作吗？你看。十二点了，作死！要挂了，要挂了，要挂了！十二点了，喂，我被困在电梯里面了！救命啊！救命！
十二点了，你怎么还在学校里面晃呢？同学，你谁啊？两千年的女子黄婷婷。哦，这个恐怖气氛可以哦。我到厨房了耶。我嗨。你还好吗？干嘛去碰他啊？一看就不对劲啊。电梯不见了。我还以为试玩版要结束了，还有哦。OK， 我可以回避一次怪物攻击。哇，过来啦！他走路方式好奇怪呀、啊！嗨嗨嗨嗨！哎呦，压迫感的，在哪里？我要往哪里走？这，靠背啦，他要过来的啦！哇哇，大兵！走吧！You bitch！ 护眼没了，我要躲起来了。我等护员好了，我再过去哈。OK， 好了。干，他在这里哦，靠背哦。他会爬吗？等下他进得来桌子底下吗？好像是不行。这一代的鬼超恶心的，比上一代强多了，哇塞！我喜欢这个女鬼的设计，她脖子真的就是断掉，然后倒退走，很酷。你不要过来呀、啊！快点啊！嗨。What's up, yo？
不过他身材不错哎，身材倒是挺好的。等一下，所以他是哪一边是正面啊？他头的那一边才是他看得到的地方吧？所以我这样他看不到喽，对啊，看不到。Go Go Power Ranger，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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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哇靠，这是什么东西？完了，居然又被挡住。我有护员，你打不到我。欸，他没有要攻击我，好攻击了。Bitch！ 直接扇他巴掌 ，Bitch！ 这里不是只有到 B 处吗？黄婷婷，对，哇，他的尸体在这里了。教官也是鬼吗？教官也是鬼？那也不错哎，酸板最后还给你一个转折。哎，好哎，哎，我第二代出的时候赶快玩，加到愿望清单中。Student at Wanhua University, the last images we have of Huang Tingting are in the elevator of the school's Darren building. 他什么时候出啊？这个游戏。The police released the footage, imploring the public for help, but it yielded no results. That was 15 years ago to this day. 看一下没有写日期。好像是没有写。不错，不错，不错。这一代真的。品质好很多，第一代就觉得其实有时候他们对话会有点不自然，动作也有点就生疏啦，他们第一次做游戏吧。好，我们现在要玩1406恐怖公寓。我直播断掉，我重开好了。我想把两个影片分开。我重开直播，马上回来。